说吧，谁是你的同伙？如果你不说，我就开除你的学籍。 李广才，你这根拐棍儿怎么回事？我一把年纪了，行动不便。我虽然携带一把拐杖，也很合理吧。但是你在这根拐杖上面磨磨嗖嗖的，是不是就不合理了？你是不是把答案用盲文刻在拐杖上面了？李广才。 李广才，哎呦，冯元朝，冯元朝，今天穿的很像样吗？是是，把上衣脱了。那我这不成裸考了吗？你觉得自己很幽默是不是？是是，李正，哎是是，小伙子，如果你衣服里面有这个，这什么？是不是就不合理了？这不就是正常的膏药吗？哎呦，正常的膏是啊，但是如果上面有字儿，哎呦不可能。是不是就不正常？这不正常。冯元朝，是是 out，这也太严格了吧，老杨，你没事。下面啊，给大家发卷子，发到卷子，第一时间要检，哎，让铃响才能答题啊。 校长署了，对你要特殊照顾。你们继续答题。是不是老钱招了？老钱要是招了，咱们俩早就被抓起来了。应该是老黄平时功课很好，被预判了。这下完了，没关系，我还有 Plan B。 你这怎么了？烤吐了？老师，不好意思。 我身体不舒服，我要求输液。你少耍那些花招，不行！干什么干什么？妈，你咋不早说呢？没事吧，叔？啊，叔叔输液吗？叔？老黄，万一我们中间有叛徒。 你就用 Plan B， 假的，说说，来人呐，来人，快来！等一下，您好。我不好。我想采访您一下。其实啊，这个卷子没什么难度。当年我高考得了603分的211985，随便上。咱基础就在那。我就想问一下，您作为第一个走出，哦。 躺出考场的学生，考完之后您有什么打算吗？选择题之后就是主观题，这些题呀、啊，它都是从题库里出来的，你们现背它背不及，所以呀、啊，咱们得分开押题。编程题，那是老郭的拿手绝活呀。很稳吧？ 平时你写个字手抖的都费劲，今天却奋笔疾书，我断定你是 T 卡。胡说，找个学习好的又跟我一样俊俏漂亮的大妈，怎么可能？
但如果你是过大妈的女儿呢？年龄对不上。我早就听说过大妈的女儿在互联网大厂工作，起得比鸡早，睡得比鬼晚，才30出头就老得跟他妈一样。不服，咱去做个 DNA 鉴定啊。小顾同学，带走。走吧。可恶，剩下的战友不多了。第二题，国际形势题，这是老高的范畴。老高，你不说你最近做梦老梦见你失去不久的老伴儿吗？是啊，每次梦见他就讲什么国际形势啊、俄乌战争什么的，根本就听不懂。太好了，吃上几片药，这样你老伴儿就能在梦中帮你把题给做了。阿成，哟，达利，你咋大白天梦到我？哎呀，我没时间跟你解释，我正考试呢。有一道国际形势题，如何看待俄乌局势？你赶紧帮我解一下。你留心听。第三题是养生论文，就靠老王了。这么没有技术含量的小草吗？啊，侮辱我！拖走，来，拖走。哎呀，这下完了，别说全班及格了，咱们俩不挂科都悬。未必，作弊还有一个最高境界，也许咱们能够反败为胜。求你了，校长，就让我们过了吧。成绩不理想，想要走后门，你这已经很过分了。你还要替全班求情啊？你还把我这三中校长放在眼里？校长，那个我们作弊是不对，但是我们来上老年大学，我们就是想图一乐，我们不想有压力。这么严格的考试没必要吧？胡说，学到老考到老，哪有在学校里不考试的？学习是为了考试吗？那不然呢？那好好学习，他就是为了考个好成绩，上个好大学，将来找个好工作，整个人生还能一帆风顺吗？这话听着怎么有点耳熟啊？别争了，爸。爸，您怎么来了？老黄，快快来！是我从小教育你出了问题，我读了一辈子的书，除了考试什么都不会，还以为只要考高分就够了。直到这回有人问我，考完试以后干什么？我却回答不上来，我连我自己要干什么都不知道啊！我觉得吧，为了考试而学习是不对的，为了考试而考试那就更不对了。让他们都及格吧。这，你也别有顾虑，在家里我是你爹，那学校里你就是校长了。我只是提个建议，采纳不采纳？那就在你了，那不采纳。混蛋，我是你亲爹。老黄，及格，都让他们及格，都及格，别激动，别激动啊，都及格，都及格。杨德福，我有一件事很奇怪，你考了98分，你是怎么作弊的？我也不知道啊，我也没复习，随便考考的，可能运气好呗。